这姑娘纯真善良，居然遭遇到杀身之祸。张姨每一次一完成任务回来，第一个去的地方就是秦馆。她就像张姨的亲人一样，我一定要帮张姨报这个仇。据我所知，她一直深居简出，这么多年来几乎是没有离开过秦馆。到底谁会对他下毒手？所有的线索就靠他了。姑娘怎么知道？你有话要对你说。这么长时间以来，公子的脚步声我已经能分辨清楚了。刚才公子进来的时候迟疑了许久，想必是有话要跟我说，但是不知道如何开口罢了。姑娘真是敏锐心细，我这个六扇门的捕快都自叹不如。获奖了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子，对自己关心的人和事敏感些罢了。三年前，姑娘在郊外上丘抚琴，不幸遇到六扇门的捕快，正在追捕逃犯，打斗中，那个捕快不小心砍断了琴弦，琴弦飞起，伤了姑娘的眼睛。那个捕快就是我。你什么都知道了，是他是法，张毅悉听尊便。公子不用再说了，其实我早就知道了。你知道是我？
公子，我一直不说破此事，是因为我希望你来听我弹琴，不是怀着愧疚之情来的。这件事也折磨了我很久，我心里一直很挣扎，我内心的痛苦不亚于公子。怎么样，查到什么线索没有？这暗器上的毒出自四川唐门。唐门？嗯，唐门几年之前已遭到灭门之灾，现在活在世上的唐门弟子只有他了。张捕头，不要冲动，你再仔细想一想，经过上次苍生客栈一役之后，大家曾经出生入死过。虽然唐姑娘的性格是有点古灵精怪，游走于正邪之间，做事有点出人意料，但是我们都知道，她的本性根本就是善良。他绝非是作恶多端的杀人凶手。虽然这些证据都指向唐门，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冷静下来，查出事情的原委，不可单凭一点就妄下结论呢。就算凶手不是他，他也必定与凶手有一定的关系。既然唐姑娘是此案唯一线索，那我们就尽快找到她。可他总是浪迹江湖，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他，那是非常难的了。你别得意，人家都说了，用宝物去换宝物，不用金钱衡量。起的命啊！对，人家说了是用宝物换，可没说用垃圾换呀。别吵了，碎玉阴阁的主人行踪诡秘，又不要钱，只是以物换物，到底是何居心谁也不清楚，很有可能咱们仨谁的东西人家都看不上呢。这碎玉阴阁据说是上古的一个奇特的琴谱，对咱们这些附庸风雅的人来说还有点吸引力，对普通的武林人士来说毫不在意。依我看啊，这换宝物的人啊多不了。就是他了。这位先生，我家主人要的就是你这件宝物，今晚请带上宝物再来这里一聚。不会吧，你家主人居然会选择他？对呀，那个破弹弓不及我这珊瑚的十分之一二，怎么可能会看上他？别说你这珊瑚和我这玛瑙了，就是在座各位朋友带来的这些宝物都比这强啊。各位，我家主人非常确定就是这把弹弓。对不住了啊，让大家白跑了一番。怎么会这样啊？大家请回吧。岂有？为什么不选我的呀？我也不知道。We'll be right back.
张一，真的是你吗？我就知道是你。哎呀，亏你想得出以这招以宝换宝的计策引我出来。还好呢，我的消息够灵通，还好我够机灵，还好你还认得我那把弓。哎，这次你我可算是还有默契吧。说吧，这么着急找我出来干嘛？你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张一请唐大小姐出来，是有一件事情想要求证。你说。这个可是你唐家之物。对，这是我们唐家的暗器。这上面的毒是我们唐家的独门秘方见血封喉。你怎么会有这个？你们唐家的镖为什么会淬上你们唐家的毒，射杀了我的朋友？我们唐家的毒镖杀了你的朋友？对，我的朋友。他每天只是在自己的琴馆里抚琴吟诗，与世无争，从不涉足江湖之险恶，为什么会死在你们唐家的镖下？唐小姐，我在问你话呢。原来你的这位朋友就是你要把这碎玉阴阁赠予的家人吗？难怪如此伤心。唐小姐，现在我跟你说的是一件命案，不提私交。唐小姐，请你给我一个答案。如果你觉得是我堂客做的，你尽可以来抓我，否则无可奉告。请你给我一个答案。放手。给我一个答案！张捕头，你可以不喜欢我，现在你不能把对蒙毅做到的伤害强加在我身上。放开我！走了！吓死我了！
你是谁？魏然，你应该听说过吧？你就是江湖上的只认钱不认人的那个杀生。庞大小姐果然见多识广，竟然知道宰相的名号。只可惜有人花钱要买你的人头，我是个生意人，自然要将你的人头奉上。 魏神，江湖上最臭名昭著的杀手。说吧，是谁出钱买唐姑娘的命？行行都有自己的规矩，干我们这行最重要的就是保守秘密。你就别费口舌了。 我是不会告诉你的，还真是个称职的杀手啊，魏然。我想你只知道杀人的滋味，还不知道被杀的滋味吧？对呀，这卖包子的总得知道自己包子是什么味儿才是啊。是啊，既然他不想说，那咱们就成全他，别浪费力气，让他尝尝被杀的滋味。 嗯，好啊，最简单的死法呢，就是一剑封喉。这一剑刺下去啊，你就会觉得有一股凉气在你的皮肤里渗进去，然后呢，你的伤口就会有血喷涌而出。趁现在天气还凉，你那脖子上的小口子，让你身体里的血液。 一点一点的流出来，慢慢的，你的身体就会变得越来越冷。你呢，会本能的用手捂住你的伤口，可是这血怎么能捂得住啊？它会从你的指缝中窜出去。你捂得越紧，血就窜得越快，冷的也就越快，刺的就越快了。然后你会陷入深深的黑黑的无底洞，让你自己。 痛苦的无法自拔。行了，我说。说。三个月前，有个人给了我一封信，说要和我做一笔买卖，于是我就去了。我来到约好的地方，见我的是一名男子，蒙着脸，看不出长相。不过干我们这行。 多半的雇主都是这样，我们只是赚钱，别的一概不管。他倒是出手阔绰，直接给了我一袋金子。这是定金，剩下的提着脑袋来拿。你还没说让我杀谁？唐家大小姐唐珂，杀他可有点难度。据说在一年前。 苍生客栈的事之后，他就退隐江湖。想要找他，可如同大海捞针一般。我魏忍拿的钱是杀人的钱，可不是找人的钱。这就不用你操心了。按我的话去做，保证你找到唐大小姐。
原来是你杀了盲女。张捕头，你现在杀了她也挽不回那位姑娘的性命了。开始找的幕后主使要紧。唐姑娘，之前出言不逊伤了你，请原谅。原来为了引我出来竟害了那位姑娘的性命，我就知道我是个不祥之人，不仅害了我的全家，还害了那位姑娘。你要是再和我一起，恐怕要连你也给害了。我看来这位故人还真是了解你们，一招引蛇出洞果然奏效。你闭嘴。可惜他瞎了眼，少了你这么个草包。我告诉你，你现在要是想活下去的话，就让我们尽快找到你的雇主，否则休怪我唐门中人狠毒。我们来晚了，去院子里看看。张捕头，这是什么？自己看。这是毒火球装置的一部分，怎么可能呢？你不是说苍生客栈的毒火球是世界上仅剩的一枚吗？怎么还会有我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呀？这是我们唐家五年前全家遭受劫难时丢失的毒火球。咱们唐门十个毒火球都被人抢走了，其中有一个中了引线，你一定都要找回来。对不起，我在苍生客栈并没有将实情全部相告。血洗唐门那天，家中被贼人所窃的毒火球不是一个，而是十个。但这十个毒火球中只有一个安装了引线，这些年我隐姓埋名风餐露宿，
吃尽了苦，查遍了各大门派，可一点头绪没有。我是唐家唯一的后人，他们的血海深仇只有靠我来报。可是到现在，我却发现这些事似乎不是江湖上的武林人士所为。不是武林人士所为。嗯，对。但是可笑的是，每当我所有的线索就进入死胡同的时候，他又出现了。既然所剩下的九枚毒火球没有安装引线，世界上仅剩下的能制作毒火球的唐门传人又仅剩你一个，这样的话，那剩下的这些毒火球其实是没有威胁的，对吗？你的意思是说，这些没有安装引线的毒火球其实也并不安全？这世上懂得制造毒火球的只有我唐柯一人，没错。但是要是能给做好的毒火球装上引线的，却还有另一个人。还有一个人？对，还有一个人，他就是我的师兄高成峰。高师兄生性忠厚，骨子里却是一个情痴。早在6年前，不知他因何机缘结识了一位江湖邪派妖女，并为其所惑，竟然泄露给他一位唐门独门毒药的制作配方，所以就被逐出了师门。事后高师兄自己也很后悔，此后他便隐姓埋名，在江湖上失去了踪迹。哦对了，我记得就在我们唐家遭受劫难不久之前，我还收到了他的一封信。他在信上说，那个邪派妖女决定洗心革面，好好的跟他共度余生。我当时还替他高兴了好一阵子呢。你是说在唐门灭门之前不久？嗯。走，现在去找。
南月，你真是铁石心肠，对这么一个痴心的男人，你也下得了手？如果南月既然落到你的手里，就不做他想，要杀要剐随你的便。高承宗已经帮我把毒火球的引线装上了，那对我已经没有用，我自然会杀他灭口。我最大的错就是这件事做晚了，所以才会落到你的手里。既然毒火球已经被运出去，该发生的一定会发生，你们已经无力回天了。你蓝月，这是我最后一次问你，你们到底要将毒火球用在何处？你们的幕后主使到底是谁？你如果再不回答的话，不要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怎么个不客气法呀，张捕头？自从我蓝月落到你们手里那天开始，就没想过要活着离开。命我都不要了，张捕头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少废话，想死没那么容易。我要让你见识见识我们唐门的毒是如何让你求生不得、求死不能的。唐大小姐，你未免太天真了吧？你根本不知道你面对的是怎么样一股势力。不管你们怎么对我，如果我真的招，我上面的人一定会用十倍于你们的残忍手法来惩罚。所以我劝你们省省吧。简直就是铁板卵石，软硬不吃。没关系，不要紧的。等到了六扇门，有的是能让他招供的办法。他们这是干什么呀？啊，六扇门训练有素，纪律严明，每日都有三省五练之说，三餐前都会背诵六扇门的条规，此为三省。而每日卯、巳、未、酉、亥五个时辰都会准时敲响训练大钟，在院中集合，集体训练身手拳法，此为五练。哦，你们训练得如此严格，怪不得个个身手都这么好呢。如若不这样的话，又怎能抓捕天下万恶之人呢？对不对，蓝月？把他带下去。是是。周捕头，疑犯已押入牢房。记住，你们必须要仔细观察他，如果发现他有什么可疑的动静，马上汇报。是。侯成峰那边有没有说这毒火球引爆的时间？
后日卫士。现在当务之急，就是要尽快的把这个女人的嘴巴给撬开，要不然就赶不上了。蓝月，吃饭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刚才不小心把我小指的指甲放在你的面里，你跟我师兄高成峰在一起那么久，我们唐门的一些小习惯你应该是知道的对吧？是啊，你们唐门的人最喜欢把东西藏在指甲里，就像你师兄高成峰指甲里永远是黑漆漆的脏泥。是，可是你知道吗？这黑漆漆的脏泥只需要那么一丁点儿，就能杀死三四匹马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现在呢，距离毒发还有一炷香的时间，你赶紧说，你们这次目标到底是什么？要不然过一会儿我拿了解药，我也救不回你来。我的毒呢，和我师兄的还不一样，他的呢是见血封喉，一招毙命，而我的这个是会让你的肠子慢慢的溃烂，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不折磨你个三四天吧，你别想痛快的死掉，不信你试试。喂，你不怕死，你难道还不怕疼吗？南玉，唐大小姐，正如你说的，我和你师兄高成峰在一起很久了，他可没少在我面前提你。你跟我不一样，我的心是黑的，你的心呢，是白的。虽然你是古灵精怪的唐家大小姐，可从小到大连只麻雀都不敢伤害，你怎么狠得下心来杀人呢？更别说折磨我，被我说中了。你看我这面吃了有一会儿了，差不多该毒发了吧。我看你这菩萨心肠啊，就算是杀死你全家的真凶站在你面前，你也下不去手。想给自己报血海深仇，我看是没希望了。你，哎，面很好吃。怎么样？我下不了手。我明知道那个蓝玉穷凶极恶，可我还是下不去手。他说的对，我和他不一样，我没有他那么狠心。要是靠我来报我们家的血海深仇，估计是没什么希望。我竟然还不如那个恶毒的蓝玉。你怎么这么傻呀？善良是好事啊，像蓝玉这样的蛇蝎般的女人怎么配得上跟你相提并论呢？千万不要为了自己不能成为她那样的人而伤心。可是善良有什么用？善良又报不了家仇，
善良也救不回你那位红粉知己。可善良的人很难让人忘记，就像从藏身客栈分开以后，我就我和周冲他们一直都没有忘记你。可是我担心我的善良会误了帮我们唐家灭门大仇的机会。放心，对待这样狠毒的女人不能强攻，要用计谋。什么事？你到底是谁？是上面派我来救你的。你是上面派来救我的？没错。快告诉我，明天的计划是怎么样，让我好好安排人手。还有，上面已经说过了，这件事情非常重要，不可有失。你笑什么？我没想到你们六扇门的捕头不但会捉贼，还会演戏呢。演戏？演什么戏？如果你是上面派来的，你不会救我的，你只会做一件事，就是杀我灭口。我说对了吧，捕头？带走。是是。怎么样，蓝月他招了吗？没有。那我们现在又该如何？再等等吧。
你知道你们这次害死了多少无辜的人吗？你知道你们这次造成了多大的伤害吗？啊！你们这帮猪狗不如的畜生！是啊，已经过了未时，想必毒火球已经引爆了。想必陆大人和所有想要弹劾九千岁的人都已经葬身火海了吧？场面壮观吗，张大人？其实这件事不能赖我，这件事情你我都无法阻止。你要怪只能怪陆大人太傻，他凭什么和九千岁作对？他是自作自受。畜生！怎么样了？都是你的计谋管用。走，走。他们主要的目标就是陆大人。陆大人，这个老贼好歹毒啊！今日陆大人召集了一干朝廷重臣，并与卫氏秘密聚会，准备起草共同弹劾魏忠贤的万言实物。刘冲、朱英，你们赶紧去营救陆大人。是。张一堂科，你们按照原计划将蓝玉送回刑部打牢，听候发落。出发。是。是。休息一下。大家散开，四处警戒。是。就在前面。各位大臣，我陆某今天以微乎之情召集大家来到这里，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和大家协商。是因为忠贤结党营私，乱我朝纲，陷害忠良。当今圣上少年英明，我等应以万言书之形式上奏圣上，除掉魏忠贤，保我大明基业千秋万代。陆大人早该如此啊。陆大人，您说怎么办？我们大家全听您的。好，对，好，那就请各位大臣在这个万言书上联名上奏。陆大人，我先来。
张捕头，喝点水吧。谢谢。张捕头，我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，可否进一步说话？不行。有什么不行的？他本来就十恶不赦，杀了他也不过分，为什么不行啊？不管怎样，此人都是朝廷钦犯，必须要经过刑部大堂依法审治。唐姑娘的心情我很理解，不过庆叔在家实难从命。好，你的苦衷我理解，就当我没说。你在水里下毒？我早就知道你不会同意的。老姑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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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蓝玉，上次我没有杀你，是因为我心太软。可是你身上的血债太多了，我师兄因你而丧命，陆大人他们十几个朝廷忠臣也因为你而命丧黄泉，这帮捕快还迂腐到要把你送到刑部。一到刑部，那个九千岁一句话，你还不是又逍遥法外？蓝玉，我告诉你，这不可能，想都别想。现在我堂科就要狠一次心，和你做个了结。没事吧？没事，他走了。你们快去通知周捕头赶来支援，我会沿途留下记号。是是是，去。陆大人，这怎么回事？陆大人，同志啊，都怎么了？外面何事？陆大人。门外发生何事啊？开门！外面人把门打开，把门给我抓开。是，大人。
当家的回来了，
同志们，张家的回来了！张家的回来了！张家，张家的，张家的，又回来了！怎么，没想到我能回来？哼，其实我自己也没想到，是老天爷不想让我蓝玉死啊！当家的，您福大命大，有天必佑。行了，别拍马屁了。我交代的事怎么样了？当家的，您放心，高爷庄上引线的还剩下八个毒火球，我们都收得妥妥的。另外，高爷的尸体我们已经埋通五座，偷偷的运了回来，就在前面仙房里。带我去看看。是。不能有了及时，等凤凰那边一解决，马上就会赶过来的。那要是万一他们解决不了呢？不会，我对他们有信心。哦，那就是说你之前对我一直没信心是吗？不会，我之前那次误会，我对你一直是百分之百有信心的。各位大人，外面已经安全了，出来吧。快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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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快！大人，下官救驾来迟，望大人恕罪。多亏二位能救我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大人，一切按计划进行，蓝玉已经上钩了。好，朱英，我们立刻就赶过去。下官告辞，路上保重。大家尽力，跟我出发。是。谁让你那么傻？当初魏公公想要你们家的毒药和毒火球，就让我去接近你。我还跟魏公公说呢，想要你们唐门的子弟坚守自盗，可能没那么容易。可没想到，骗你就是那么容易，一骗就骗了你三年。
我骗得你众叛亲离，骗得你流浪天涯，我骗得你一无所有，你一无是处，你居然从来没有怨过。刚开始我不理解你们唐门为什么会有你这么傻的徒弟，后来我发现你们唐门都傻，你师父比你还傻。魏公公是什么人？别说毒火球，他就需要你们全部家当，你们也只能拱手相让。可没想到，唐老爷子居然断然回绝，一点面子都不给魏公公。所以，书中唐门只有满门全死的下场。还有你那个小师妹，我知道，其实这些年来她是你唯一的慰藉，可她为什么也那么傻？她明知道杀死自己全家的人位高权重，可是我没想到她居然想要逃离党居，想要查出个水落石出。多善良的姑娘，程峰，我不想杀她，我知道她是你最在意的小师妹，可是魏公公给我下了命令让我斩草除根，我岂敢不做？程峰，最后只好再对不起你一次。这辈子欠你的，下辈子一定还。不能等下辈子。你欠我们唐家的债，这辈子就得还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难道不觉得奇怪？现在已经离魏时很久，你派去古庙的那些手下为什么还没有消息？你什么意思？奥妙就在六扇门三行五练的钟声。匪徒掌控九枚毒火球，意欲两日后魏时袭击猛入，匪首已落入我手，然其坚决不肯招供。我有一计，可借六扇门每日三行五练之钟声，设局智取，待我押送匪首回门，将其关押于无窗封闭牢房，每日五练钟声便成为匪首得知时间唯一之途径，而我六扇门则可从匪首入狱时起每次敲钟都比之前提前半刻，这样两日十余次敲钟可使时间提前一个时辰，而不为匪首所知。而当匪首以为魏时之到来，则一切已成定局之事。如此，便可榨取匪首口中实情，然后用此一个时辰赶往营救。你们在敲钟的时辰上动了手脚。你还真是聪明，怪不得把我师兄骗得团团转，可是你明白得太晚了，现在周捕头恐怕已经把你的手下都已经解决了，然后按照我们留下的记号正往这儿赶呢。哼，算你们高明，你们那场戏演得真好，居然连我都骗过去了。不过既然你们来到了这儿，就别想活着出去。来人，唐大小姐，本来我是想看在程峰的面子上让你多活几日，但是既然你自己找上门了，
那就怨不得我。蓝玉，相中的一根汗毛，先过了我张一这一关。没想到六扇门的捕快还是个多情种。不过可惜这不是六扇，容不得你在这儿撒野。上。应该就在附近，走。除非我死，否则谁都休想过我这一关。你们谁也走不了，给我上！Thank you.
允许你干。啊啊啊啊没事吧？没想到，你最终还是死在了我师兄的手里。也好，反正魏公公也不会让我活的，能死在你手里，不动，毒火球都在这里。打开。毒火球都在。怎么只有七个？七个？混蛋！这次竟然没有给我把唐家的根儿给断了！哎呀，老天爷啊！这是我的心头之患呐、啊，银贵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吩咐下去，让大家多长几只眼睛，这个唐家的小鼻子一露头，你就给我。明白不？姑娘，一个人在外面，一定要小心。你也是，后会有期。后会，真的有期吗？照顾好自己。
Thank you.